你去接大龙啊。你还敢说我会出事？还不是你害的。我告诉你，他一天不捐肾给我，他就休想嫁进我们家。你会跟我分手吗？只希望你幸福健康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会到法国居住一段日子。星期一晚上9点，8频道，10年你还好吗？